水的深海里藏着多少的秘密，千年的海洋巨星引发了蓝色世界的危机，灰太狼的错误由羊羊来结束，还有海洋的生物，大家团结一致坚定的态度，让我们嘻嘻嘻嘻哈哈哈哈，游遍海底闯天下，让我们嘿嘿嘿嘿吼吼吼吼，今天要重新出发，让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为保护我们的家，让我们一路向前不怕考验，重新迎接春天的世界。团圆饼，团圆节当然要吃好家庭团圆饼啊，小的给儿子，中的给妈妈，大的当然给爸爸，一家人就该吃好家庭团圆饼。好想吃啊，爸爸。今天是团圆节哦，我和妈妈准备了团圆饼。儿子和红红竟然为我准备了团圆饼，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儿子，红红，爸爸爱你们。灰太狼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，爸爸？你说过团圆节要孝敬长辈。乖儿子，把爸爸的话记得那么清楚啊。所以这团圆饼我先孝敬您。小慧慧真乖。都怪我，团圆饼做少了，材料只够做这三个。爸爸，不是饼少了，是多了一个我。我还是回嘻哈潜艇吧。慢羊羊爷爷好可怜。这个慢羊羊，我儿子把月饼都给了你，还敢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。你在天狼号里帮我们控制住污染，我们怎么会嫌你多余呢？来，先坐下。爸爸，我的饼给你吃。不用客气，爸爸不爱吃，还是你吃吧。原来你不喜欢吃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慢羊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这个是红红和儿子给我做的团圆饼，我一定要吃到。今天是团圆节，哎，真想跟孩子们一起过呀。
前顶又要去充电，真麻烦。如果村长在就好了。嗯，今天是团圆节，如果村长能和我们一起过节就好了。今年的团圆节在海底过，连月亮都看不到呢。谁说的？那不是月亮吗？没想到海底也有月亮啊！雷达显示那里有纯净水滴的碎片。慢羊羊，你还是回去跟小羊一起过节吧。炸弹随时都会爆炸，我怎么能走开呢？羊狼魔方都好好的，我看是不会爆炸的。难得团圆节，你不想和小羊们一起过吗？我当然想了。慢羊羊走了，团圆饼就是我的喽！我还是得留下来，不能因为我和家人团聚，就让你们置身危险中。我只好使用计划二了。为了答谢你为我们一家的付出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团圆节特别套餐。啊，谢谢你，灰太狼。你尽情的吃吧。看你吃完这些菜，还怎么吃得下团圆饼？这一下，那团圆饼就都是我的喽。这个太甜，老人家不能吃太多糖。这个盐太多了，老人家不能吃太咸。这个太油腻了，老人家不能吃太油腻的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再弄一个。中年老人美食大全，饮食一忌一百法，养生膳食指南。好，过分啊！这次的菜好吃的太过分了。那就别客气了，多吃一点，再多吃一点。好饱啊！团圆饼是我的喽！现在可以吃饭后甜点团圆饼了。我们被大鱼吞进肚子里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大鱼的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呀？雷达显示水滴就在附近。雷达是不是坏了？不，或许海洋之心碎片就藏在这些垃圾里。要不我们下去找找？比起找碎片，我们不是更应该关心怎么出去才好吗？我们现在是被大鱼吞进肚子里呢。这个嘛，村长留给我们的海底求生手册里有写，你看，被大鱼吞掉的话，只要挠它的喉咙，它就会把我们从肚子里吐出来了。村长连这种书也有啊！既然有办法出去，那我们就赶紧下潜艇找碎片去吧。垃圾都收集过来了，可就是找不到碎片。
懒羊羊别怕，我只是吹响了一只海螺而已。海螺而已。没想到碎片在这里啊。怪不得之前都没找到。不好，氧气不够了，我们要赶紧出去。潜艇的电流好近了。怎么办？我们出不去了。我们赶快向村长求救吧。我的团圆饼。孩子们，团圆节快乐。什么？我立刻来救你们。机会来了，我现在把饼吃掉，谁也不知道。团圆饼呢？我怎么把它也带上了？不管了。懒羊羊，你先把饼放一放啊。村长怎么还不来呀？缺氧警报，缺氧警报。好困哦。振作点儿，沸羊羊，睡了会醒不来的。喜羊羊，大家都睡了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慢羊羊。你其实可以先把团圆饼交给我来保管，然后再去忙你的事啊。这个等一下再说，救孩子们要紧。他们困在大鱼肚里正缺氧呢。停不下来了。哇！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我帮你去救小羊吧，但是你的团圆饼得还给我。看我的胡椒炮弹。孩子们，我来了。你这个懒羊羊，哎呀，好歹你得把团圆饼给我留下来再去嘛。西瓜合体，威力无敌。谢谢你们，现在我的胃舒服多了。之前因为我肚子疼，所以到处攻击人。真是对不起呀。大家没事就好，以后记得别乱吃东西了。来，灰太狼，这个团圆饼还给你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吃到红红和小灰灰给我做的团圆饼了。对了，你把饼给了我，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吃团圆饼喽。
团圆节快乐，孩子们！团圆节快乐，村长！大家快来吃团圆饼吧！你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变得更柔软，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心伤，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，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，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悲伤，就算会晒得站不起来永远不会沮丧，就算有天气拥有家人大笑的力量，虽然我只是羊，虽然我只是羊，啦啦啦啦啦。